好的，在青哥的坚持下，阿远变成了蓝队。很高兴今天是小潘啊，重新加入了我们的球赛，非常高兴。那边已经丢球了啊，这儿要求人趴下。据说今天有人一只手可以做俯卧撑。小心车，小心车！等会儿！你这是守门员去了？阿远，快点！投球！等我再穿鞋。我操！不用鞋啊，投球就可以了。一脚出界啊！我操！这好像真是那么回事儿啊！回传一个，哎呀，就三分钟，别射了，浪射，哎
这些娱乐很乱世。吓坏了。